甩甩手，小树腰，哎，准备跟我们一起拍手，加油，大声，哎，再一次，这么全面的困境哦，我们的乡长啊、议员啊、主席啊都很厉害哦。好，想一想，好，飞飞，哎，是的，给我们底下加油，好，很好，加油，嘿，哇，开心，加油，加油。也非常棒哦，对，加油！孩子，为我们的孩子一起来冲冲冲冲大表了。到咱社头乡，咱这是公社的这个啊民营的一个托婴中心，这间是第三间，还有一个育儿亲子馆，这是彰化县内第六间哦。咱最主要是希望整合从小到老来顾好，啊，让咱的这个少年人无后顾之忧，会使认真去拍拼事业。所以这段期间来整合的各个乡镇，我们有只要提供土地，那包括我们整合式的社福大楼，目前等那些新建的也有十几栋大楼哈，陆陆续续一栋一栋的来完成哈。那在这边特别要谢谢我们中央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，那在这一栋里面给了我们900万的一个这个啊设备营运的一个这个费用，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来看，现在一楼我们是做关怀集聚点。提供给长辈在这边可以这白天拿去托老所来家啊，让你小姑家的技工引导他们家啊，改设计课程来给他吃中岛，甚至到下午都还可以在这边有很多的活动。二楼就是我们的育婴中心，那现在呢，生小孩不用害怕哈、哦。过去呢，我那时代要生一个囝，请人要拢爱万外块以上哦。那现在呢，政府呢？开始有走向你生囝政府甲你到期哦，那现在少子化真的很严重。即卖呢，你家己踮厝里顾，补你5000块，啊，你也送去私人的迄、那个啊、保姆呀，8500块，啊，你也送来遮5000块，你敢那啊？但是阮遮是收7000块，这应该是全国内底上俗的，所以你送来到遮，囡仔一个月敢那6500块。啊，当然你生愈多愈唔免得啦吼，哎，你也生到第三胎的咯，差不多咯，唔免得啦吼。啊，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减轻青年人的负担，又提供给大家很稳定、很这个品质高的一个这个啊育婴的一个环境。那加0到3岁在这边还是会分龄跟大家做照顾。那我们法规上比例是一个老师可以雇5个人，但是管监护现在是这样，一个老师只能给你雇4个，让我们的钱更加好哈，所以让家庭可以多来善用。三楼的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亲子馆哦，那亲子馆内底是提供0岁到6岁啊，给小朋友啊，要看书啦，啊上面也有很多的讲座，教你要安怎。够音呐，有啥物爱注意的哈，然后有很多的游具，那大家可以在这边使用，你都免不三时常常去买玩具哈，给开足侪钱，他们家可以完善很多的幼儿相关的教育。那我们还有一台叫做宝贝嘟嘟车，嘛会够靠深入社区哦，去给大家做一寡育儿的相关的一个这个训练跟介绍。就这间公社民营托婴中心的就行，哥，这个亲子馆哈，会使开放，予咱乡亲的囡仔。拢会使伫遮吼，得到足好的照顾吼，所以爱感谢县府的团队，爱感谢公所的团队吼，甲这间放甲足舒适着。我趁我来的时阵吼，咱社会处的处长先带我去哩参观吼，我感觉咱乡亲实在是做有福气的吼，会使甲囡仔吼送来遮服务。接受咱这专业的团队社团吼，这个托婴中心呢，爱感谢咱县长呢，
你其实呢，以你咱的上一任哈、哦、就任以来呢，对于咱的这个婴儿甲老都非常的用心跟关心去给人在照顾，所以咱今仔日这个托婴中心呢，未来咱会当予咱小老乡，咱遮的这个、年轻的这吼遮的妇女呢，哦，因为现在是那个职业妇女的时代呢。大家平常时呢，爱顾到伊的事业甲伊的工作，哦，另外一方面，爱过来这个照顾家己的这个婴儿，所以非常的辛苦。哦嘛，因为安尼，所以咱即摆员工是少子化非常的严重。哦，所以咱未来呢，咱这个托婴中心呢，绝对能够扮起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一个功能。